台湾有一条奇特的公路叫北宜公路，在白天这里人满为患，但一旦到了晚上，一辆车都没有。这条公路全长58公里，号称九拐十八弯，道路崎岖，视线不良，频繁出事，是全台湾事故伤亡率最高的路段。在最严重的时候，这一条路上到处都是来祭奠逝者的人。由于发生了太多的事故，所以经常会有人在路上看到奇怪的东西。有次一个开机车的小伙子在路上看到了一个人，应该是出了点事故，车倒在了路旁，他艰难地起身，走起路来还一拐一拐的，看样子很严重。小伙热心地上去问他要不要帮助，但对方一直没反应。他走上前去，伸手拍了一下那个男人，结果啪嗒一声，对方的头盔掉了。然后这人木讷地转身，没有脑袋，头上有一个巨大的洞，从地上的头盔里发出了声音：能帮我把头捡起来吗？给那小伙子吓崩溃了，骑着车就跑。按道理来说，这种事情发生多了，这条路应该没人敢再来了，但偏偏这是条要道，连接台北和南洋平原，很多车都要过这里，所以这些过往的司机都会随身携带一些纸钱，到一些特殊地段就撒一把。当时有个叫王德发的司机，由于要去头城镇送货，所以这个北宜公路是他的必经之地，他是百无禁忌，大晚上的还在这里跑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，王德发在开到一半的时候遇到了个老太太在前面拦车，他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大半夜的在这种荒郊野岭很难让人不害怕呀。他一脚油门就加速开了过去，但开出去100多米后，他回头看了一下后视镜，老太太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大风中，也没带伞。王德发实在是有些不忍心，就又倒了回去，下车问老太太需不需要捎他一程。那老太太慈祥的笑了笑，说自己要去前面的小镇，你要是顺路的话那最好。那王德发就这样热心肠的把老太太扶上了车。可能是在雨中站久了吧，老太太的手冰凉冰凉的，王德发还贴心的把暖气开了。而这老太太嘴也挺碎，上了车就没停过，一直问王德发小伙子今年多大了呀，叫什么，住哪呀，跟查户口一样，搞得王德发不知所措，只是机械性的回了几句。主要是他也反应过来了，这晚上11点多又在公路的中段，哪来的人搭车啊。但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而且王德发一直不回老太太的话，对方有点不高兴，冷着个脸一直看着王德发，弄他心里毛毛的。试问你开车的时候有个老太太这样看你，你不害怕吗？好不容易熬到了分岔路口，雨也停了，王德发赶紧说自己要开往另一个地方，接下来不顺路将老太太请了下来。送走了老太太，王德发的心里是长舒了一口气，但这口气马上又提了上来，起雾了，应该是刚刚雨的缘故，这山路本就难走，现在雾一来可以说是寸步难行。王德发只得放慢了车速，好在没一会后面赶来一辆车超过了他，估计是个老司机，对这里熟。王德发就一路跟着他的车尾灯前进，开了有一会儿吧，由于一直看着同样的风景，王德发难免会有些走神，但突然一道白色的闪光照到他的脸上，吓得王德发猛踩油门，轰的一下他的车撞到了护栏，大半个车头都出去了。惊魂未定的王德发下车一看，前面就是悬崖，刚刚闪光的是一辆报废摩托车的镜片，而自己前面跟着那辆车也早就不见了。他现在是回过味了，自己刚刚是被遮掩了，从这以后不管多急多赶的活，他也绝对不在晚上跑这里了。那么故事嘛，肯定有添油加醋的地方，各位不要太当真，但是北宜公路确实是一个事故频出的地段，因为其设计有些不合理，急弯和下坡太多，不过目前好像也已经整改过了。那么最后没什么想说了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早年。